很贵，根据可以约个两张，对，再不要个比两，好像就十十五那样的啦。但是其他一年落来，当然是是把说的，加上一边的都进了，一边的把这些钱就去丢钱，那还有增加了多少一下？他的呢？这台湾跟牛的，俺是巴尔多马克来的，他话是南昌的跟牛，新疆那样的，拉曼的。哦，啊，空姐，那呢，跟牛出境那些，那的，话说的起码出境那些，就是跟牛起码听到不止，不止提前的意思，这个，那是南昌的跟牛修罗。那今年几月三呢？俺准备过年，调个根据入不去，不行就可以啊，跑不得，有人讲解哦，那不是，比方说上老天爷的今个月，他讲的，现在涨根据第一个的，但是做许大那里面想法出国，考完去以后就去，那讲许大那，俺其他人涨解，那么些。那看到的呢，你家里根据需要的技术，恁的你家里里汤跟前里的需要有啥呢？里汤根据些需要的，那看到呀，特别根据八度块吧啦，我需要的里汤根据的家里有一个嘞，那个呢是，俺的特别个的需要，加个根据入不去。巴克库什，对嘞，巴克库什，俺学的干啥子呢？他的培育育呢，俺学的长得有些，俺培育也得根据我们巴克库什，俺学的干啥子呢？他的民间的管理啊，我们用了一个呢，对嘞，告诉你啊，告诉你，这样子就要的干啥？他不是根据入去修的，他这个是培育给修的，等你就根据八度科学，俺学的一个嘞，太阳阳把我刚上去，是那么水，刚学的去打那么大，那个太阳照也的不需要的要的，等你就上来根据八度科学的，俺是刚学的，刚上去，基础功能的，车子也是不是大约的都是但是大忙不起来学没关系等到多分高中我学的心啊对第三个就是说他们的呀确实过了过了几天啊就可以呢算就确定了以内啊这三个下个月都有的确实过了啊过了下个月啊就团啊马就切第二个马就切俺那都我对呢，就一个了，过了就过了几岁，我对呢，俺孙子去的那到底紧张出吧？过了下午的呢，娘们吃个饭，妈过了就过了几岁，俺到底紧张出吧？还不差那个时候，俺这里有啥的，就这点呢，俺还就是最近几家个根据点就是啥，不是学生那个样的，热心的方面做的，你他们他不是他们。이게직시하지마도그쇼를지마도왜디지로과의미치다디냐면체과의미소나도하고시작한다고드레이산디규젠데네응카메라가쇼지사기데베마사로디그라메르소시도시메레안하바르드페레네마리인타보도와가지데베근주베르지도다多少年了？边这些个啊，都这个，都都跟你重要的。那其实电视在那哪，家里的电视在那哪呢？家里的电视就是在我们公司上那样的。那这里里边里边钱就是啊，和尚的开门就在那电视店里，在那那个马道的。那这家里的开门在那电视就是呢，好多年都不上我们公司。那你就这个规矩都不接了，这个事情要头脑了。那个都差不多，但确实你在国家说，
저 공과 제 대주 에 별이 잡셔 가지고 나 이만 됐을 가서야 되거든. 아 다음에 신지 에 지금 같이 차례 미냐. 계속 인서도 용초로 해야 돼. 이메 이래야 맞아로디 이제 가을이 계를 제 대주야다. 지난 이제 내가 근주로 미치냐 토대 예비 유산에 아주 맞아도 예배 토하네. 다 가서에 예라다 계절 같이 체비나 되고 가서요래 이내 맞아도 봐 유제 아니 예나 계절 신인스라이나 다디 나 맞아도지다 여시 맞아도 또 시간에 내 유산에 이제 상에 뭐에 지 가서요 조다 시작하래 시작하자마자 맞으래 다지 군대 가서 내면에 유인지 계절 근주로 치래야 봐 가서지 데스데스 가서요 배로 치지 지지 공을 치아다 안 다나지 마람수에 있지 가서다 센디데 치네 왕도 세네 상행기 왜 흉상하기 그 방도 세네 다도 람데 이 대외 근주로 치네 폭도군의 조구에 있는 산에 근데 대외 근주로 치네 이게 따져는 맞아요 있나 아니 거지디 너도 내외에서 있지 다가나지 주신 두분과 친구 근데 까다 마준비에 이제 양념에서 뉴기 레더지야 소요하래 드레이드산에 지기 대외 근주로 붙이려 포모도로 채 상상 안 주지 내마다 라메 내마다 라메 가셔다지 양도 규모만 이 양도도 이게 아주 전년 최저주 에 마음에 진행해 주려야지 에 저희 가셔야 라마 소보드데게 데네디 양도로베 아베 양도지도 중산 안지 까다 나주가 덴주 공화도 마주베지 가서다지 내마다 지 양도로 넘거든데 너무 싫어 말해 이거야 뭐 푸두서 세나다고 에지 방부르지 제가 근주 시안에 에너지 duwa tode a ngomba tizu nalwa meya te tebi ka shue jik shue jik sungru da mido sebe ka shue da bangla ya rupu singre dine yu sandal dola puk dursa senenda adu jidu bi chidu zanen jik jeba dursa jik ama di senenda adu kare ime ne zoe di jaya gen yu rumu sile tu di yare kakane sisage jun dende maja samuri jube zengen ni yigi susu omos 이게 남아 수수제네 그리고 따지당게 답에 취해로 보지 엄마데 제 남대에다 드시는 비긴지 수수는 요아띠입니다 다 가수에 나도 지금 민지기 소수에 대해 저 롱디 취해서 라에 가수에 아주 지 답에 취해로 꾸준히 누시에 송구가 아래 나도 제가 남대 유리 깨야 말 오마시대 맞아 주자네 얘는 다들 내가 들려야 아들 지금 아주 답에 탱계에서는 따로 야매지 모름세의 전에서는 따로 답이 소원이 계획은 요런 지금 토딩이 아래 이래 주사 뒤 주제는 되네 따라 말하자리 지금 작업을 쉬어하고 그걸 충분히 깨워서 보래 마음에 차리네야 나 시에다 가수에 나로로 이미냐 지금 이제 가수에 지 근주를 배지 가수 멜로로 제재 양이 될 거네야 가수에 제가 신문 제보가 이렇게 좀 시작해서 나와도 베라 크게 샤샤우지나 베란 뒤에 꼬리야 그치 그거는 이제 긴상 두줄 이제 개봉 마세하로다 다음에 이제 시송도 잘해서 이제 토리야 아주 이제 도바 티좀 쉬우는 거라 아니 이제 개외 근육으로 그치 아무 야 콩도지 너의 뒤에 꼬리 주소인데 막 로아는 이제 따위로 비싸네 아니 이제 뒤에 맞아 이제 오마수로 왕부지 제가 근육을 미치 아주 배로체 미치 유산에 에너지 고쳐야 이제 한마가 돼서 하고 와서 근데 핸들 친구 쉽지 않은데 그래서 또 이래 유산에 이제 창에 토를 샤로나 샤이니 단도나 이제 대비 자원스 내 단도 이제 쉐이 중에 중고스 내 단도 빼는 아주 이제 랑도 내 대비 이제 매일 가수단지 자다 아마로지
그좀 자리에 이제 보마시에 인자로 나와서 是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1005年5月21日起至11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佛教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大威德金刚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请慈人格西主法，日期8月24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信念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日期8月25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由彰化县供佛斋僧护持功德会主办，113年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定于8月11日星期日，在彰化县立体育馆庄严盛大举办，四方信众前往彰化县立体育馆齐聚祈福，同沐法喜。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从民国80年起就开始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这是彰化的盛事，从举办以来获得县府团队的全力支持，也因此筹备的过程都非常顺利。透过供佛斋僧大会能够弘扬孝道，净化人心，社会如果都能懂得孝顺父母，报答父母恩情的话，就会使得社会更祥和，国家就会安定。
法会恭请主任委员上国孝亲长老领众，洒净仪式接起庄严序幕，并在彰化大佛妙音合唱团的妙音供养声中，与会大众齐唱三宝歌，并开始进行庄严的献供仪式。尽献无忧恼。慈悲的上国孝亲长老在开示中为大众解说什么为孝顺之道之法。什么叫做孝顺之道之法呢？讲到孝顺有两种，一叫做事孝，一二礼孝。先说明事孝，事孝的对象有三种，就是父母、师生、三宝。因为父母对我们有生育恩，师生对我们有训导恩，三宝对我们有救护恩，所以我们都应当一孝顺报答。大众在上香后制成恭送佛说盂兰盆经，与佛前大供。法会礼请常禅长老宣读文书，在礼请宾陀卢婆罗多尊者慈悲受供之前，则恭请净续长老领众恭读宾陀卢尊者印文。大德宾陀卢婆罗多是受佛教赐，为末法人做福田，愿说彰化县供佛斋僧护持功德会于113年度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愿说我等请就礼一拜。今年已是第31年举办的中部全国供佛斋僧大会，在大家的用心护持之下，参加人数越来越多，今年预计有5000多位法师莅临现场，信众及义工与会人员将超过18000人。彰化县县长王惠美与县府团队对于供佛斋僧活动的全力支持，让每年的大会都非常的顺利。在这边我想除了利用机会谢谢大会，那有这么多的这个动用了将近5000名的一个这个志工，当然更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法师以及我们的信众，有18000多人共同来参与今天这样的一个盛会。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法会，让我们阴阳都能得利，让我们离世的亲人能够礼乐地阔，让我们自己心灵更加的安宁，能够呢持续不断的上进，也跟佛法更加的亲近，让我们能够短书化修书，修书化佛书。我们掌声再次谢谢所有的诸山长老，所有的法师平时对我们心灵上面的一个这个加持，对于无形的一个这个协助。供佛斋僧大会起源于在佛陀年代，目犍连尊者他的母亲在世时因为悭贪，所以死后堕入恶鬼道。目犍连尊者为了救度他的亡母离苦得乐而请示佛陀，佛陀教法说在节下安居圆满日来举办供佛斋僧大会，以此功德就可以救度亡母。就这个因缘，所以在佛陀那个年代就举办了供佛斋僧大会。我们出家，那么没有尽到照顾自己的父母，是不孝，乃至于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我的孩子让他去出家，那么会觉得好像没有尽到这个孝养的责任。我们从目犍连尊者的表现，大家就可以知道，
父母我们再怎么孝，他的老化，他的生病，我们也都没有办法能够帮他去承担。最大的孝是如何能够让我们现世的父母能够走完人生岁月，生死能够得到解脱。不但是如此，又能够让我们七贤九祖都能够得到受益，得到超度。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办这个宜兰盆法会最大的目的之所在。午后大众念佛共修，恭请上会夏律长老说法开示。出家是令佛陀的血脉佛种不断，所以要出家。我们为了迈向生命的圆满，所以要出家修行。我们为了要完成生命的觉醒，所以要出家要修行。我们呢，为了令佛陀的血脉呀、佛种不断，所以要出家要修行。诸位，如何能够迈向生命的圆满啊？经典里面说，心早有，就是早已生灭的假象，旷劫而至凡夫，停滞在凡夫里面。心如果铸造啊，铸造在这个缘起的生灭法里面，以为它是真的，这个经过百千万劫仍然是凡夫。心无也，刹那而登正解啊，心无也就是心了解一切法本空，本来就是无念无住无相啊，无为。那么我们的心呢、立刻跟佛相应。傍晚恭请上果下清长老领众放大蒙山，将无量饮食及水布施给恶鬼道的众生。法会现场免费公设长生路位、往生莲位，供四方信众及亡者一同沐浴佛恩，将功德回向于现世乃至七世父母，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名扬两利，起欢喜心，并希望借由法会弘扬孝道、净化人心的理念，在循循善诱中使人心弃恶向善，促使社会更真祥和，国家更加安定。生命电视彰化采访报道。之前说到过，很多人问九姐哪个宗派的见解他比较推崇，九姐始终保持中立状态，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呢都应声附和，表示赞同。但是呢，一旦讲到行持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会判若两人，不轻易迎合任何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啊，见解或者理论是可以百家争鸣，大家一同探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真正的实修是必须从最基本的法门入手。所以说，无论我们属于哪种根器，从最基础夏师傅的内容学起，是求佛节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原则。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啊，以为夏师傅的夏就是低下低等的意思，所以呢一听到夏师傅啊，马上就心里就看不上，觉得层次不够高。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夏师傅的夏是相对于上师傅的上来说的，但是呢对于我们的水平来说，夏师傅实际上就已经是上师傅。
因为我们连夏师傅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比如啊，人生难得，死亡无常，啊，因果业力这些概念啊，我们都还没入心，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呢，啊，要先看清自己的水平，再去学习适合自己的法门。以前噶当派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夏拉瓦大师的。那个时候啊，夏拉瓦大师还很年轻，听说后藏密法兴盛，于是呢就决定启程前往后藏，去完整系统的学习密法。途中呢，经过一个叫做打龙汤的地方，刚好这个波多瓦大师啊正在宣讲道次第，于是呢，这个夏拉瓦就在那儿听了一堂课。听完之后呢，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学习密法是彻底没戏了，于是呢，他就决定潜心修学道次第法门。那年夏天，就在波多瓦座前认真学习了集学论。当时夏拉瓦正好有一个叔叔担任一座寺院的住持，所以呢，家人们呢也期望夏拉瓦能够接任这个住持的位置。可是呢，集学论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意思是说，如果成为寺院的执事，就总是免不了造作一些过失。夏拉瓦一想到这，毅然决然地回绝了住持的安排，从此呢，就是留在波多瓦大师身边学习，直到波多瓦圆寂。后来噶当派的大德是这样来评价的：夏拉瓦大师是一位真正有福之人，不同凡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仅仅是听到了几句法，就能下得了这么大的决心。可是我们这些呢，我们这些人呢，就算听了100遍、1000遍，也下不了任何决心。所以说，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最基础的修行。虽说是基础，但同时也是可以直接引导成就的法门。法不在高，不在深，关键在于有没有入心。要是没有基础的修习，那学习大乘密法都只是枉然。波多瓦曾经说过，以前我的修行不够扎实，道行不够深，所以做了很多密法的持诵，做过很多大多玛，也观修过空性，也修过本尊大手印，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时候该观修无常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修法是修给自己的，不是修给别人看的，也不是用来跟人家攀比的。自己什么水平要心知肚明，不能眼高手低，好高骛远。连波多瓦、夏拉瓦这样鼎鼎有名的大师都觉得自己高攀不起密法，我们怎么好意思一直说啊自己要学习大乘甚至密法呢？总之呢，我们已经反复说明了夏师傅的知识是必须要修行的课程。